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见闻必受持，万界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慧心贤士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你一劫、大劫、小劫，拢算清你的。啊，所以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我今日见到、听到。这好的经，咱就爱好啊，甲记起来，而且用安尼去实践去修行。啊，愿界如来真实义，真实义的如来，两种的如来，第一个如来释迦如来，佛陀如来所开示的经，一个在咱内心。本心三性一体，一心就是如来。咱要改咱心，这个智慧，如来真实义。所以咱的修行对世间的一件代志的看法，咱唔通用世间的凡夫来看。用世间凡夫的见解来看，多一地八万四千里，所以咱这是世间，这是黑暗的。这是天上的，是光明的。你看这个，这太极，你来用我来看，太极两仪，安来看嘛是两仪，我嘛来看到起来，这是啥？面顶是坤。面顶的一开始看，这个呢，这个来头毛，有无？这就是咱一面，所以出去以后三十年，罗道师尊开始爱。用安那来开始，这个天上的语言，这是正法。这个呢，头毛倒来，这个当比吹球，哇，吹球。这个来呢，面顶金闪闪。所以这拢是道。咱出去以后，咱爱迈向光明，这光明天，
明天内底有一点乌乌的，这就灵界、灵界、微尘的灵界有遮济。啊，咱娑婆世界、乌暗的世界，啊，这更个呢？即使一个真无成就的，伊嘛伊的灵性，这个灵性。不是这多这重要的啊，所以啰嗦开始咱出去以后，咱爱传道光明天啊，佛法天上神的话，神的语言，天上的神的语言，拢是光明的。啊，咱若随便讲一句话无合理的，咱有咱的护法神将会甲咱修理，因为咱今日进入宗教的修行，恁已经受到两天护法，甲恁的祖先、恁的守护灵，甲恁保护、甲恁守护、甲恁尊敬。所以各位同学啊，有修行甲无修行的心理的境界，这个天有修行境界是这个天，无修行境界是这个地。啊，一天一地，地是你静静啊看，静静啊都看袂过啊。啊，你那光明啊，你看咧咧，万虚空，这叫做心。所以经中任何四句话啊，有如四句，你想跟提这四句：事上、物上、人上、众生上和寿者上。事上、物上，咱人上莫讲句，你如果哦天啊，跟我上敖啊！我跟你讲，这爱注意，一人比一人较敖。曾经有一位信徒两阿婆，啊，两阿婆是哦，足厉害，阿婆是足有钱的贵族人家的婆，啊，先生是烟斗。够熬，但是因斗熬咧，某咧，即个看先生咧无钱啊，厝无钱，所以某咧对先生无真尊重，讲话拢啊哈哈哈。先生有公太太，哦，敢若有钱无水准，吼吼，有敢若超过人啊！啊，有一天来到咱新闻室，咱就伫像安尼，规一天拢足济伫加持啊，问事。轮到伊来咧，我伫边仔就看看这个周太太，长得也蛮漂亮的啦，嘛真怕你啊！啊，先生嘛，足舒服呢。哦，这个怨亲怨偶，所以开始名叫做伊呐。啊，太太，讲话问个代志就真无礼貌，对翁婿真无礼貌啊。啊，那翁婿嘞，嘛对太太讲讲话无水准。我咧生几个囝，生三个囝。哦好，啊，我就先问因太太，哦，你足敖的吼，咱真客人，土人的讲话，你卡敖放尿都袂算，算袂上边。哦，太太听到我咧讲的，哈，要修要修，老师你也讲这个话，
我讲对啊，啊先生就在边啊，足欢喜啊咧。我咧偌敖，若无某你无这三个囝啦，无才有生啦。两阿母冷静下来，太太，伊甲讲，师傅啊，谢谢你，我过去我唔对，我对红师咧吼，阮倒是真有钱。我对先生呢，安尼真无合理，安尼吼，无尊敬。啊，先生会讲啊，师傅啊，歹势啊，真正我查某未生囝，啊，只有太太才甲生三个后生。我认识你啊，哦，要搁娶啥人，凡啥未生，恁的言论就是安尼嘛。吼，所以恁两阿婆爱互相相尊重，各有天命。好命袂含歹命斗阵，歹命一定含歹命，好命含好命。哦，所以恁两个都好命，嘛拢歹命。那么你都安尼相尊敬都话嘛，所以不要共高，就是我相、我相、傲慢，随便共高轻视别人，这就是我相。侬家己我会当做啥，我想搞。错去啊！啊，再来，人相，四句后第一句，第二句，人相啊，你都哦，我有七界啊，我七菩萨界啊，什么界啊呢？哎呦，我一个信徒呢，我哎呦，七界七界多在位界啦，下阴上阳啦。哦，你食足好食足香个啦，你放出来嘛，臭乎乎啦！你食愈香，放出来愈臭啦。看有影无同学？你捌用暗顿去试看觅啦。恁今日来食素，顿个放个一定较香啦。哦，所以就哦，咱回头哦，我有气概啊。尾啊，咱无去破戒啦。啊，就是借住贪嗔痴慢。贪贪未了，唔通贪。贪一定会烦恼的，贪愈多，你就烦恼愈多啦。啊、哦，所以气概，无改咱下，咱就卖勉强去定嘛，安尼尔。过来第三，众生相。啊，咱就是哦，我真好。世间咱遮苦哈，贪嗔痴世间遮苦，世间遮苦，我歹在世间啊啦。我认真修行，要来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是众生相。所以人拢足矛盾的啦。啊，咱有个人就哦，世间遮苦，我歹当初歹来世间啊啦。但是伊个皈依啊，四大宏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烦恼无厌无尽啊，誓愿断。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一条，众生占很济众生，你法官要度众生，都来啊嘛。你先来讲，哦，世间遮歹，我歹歹度啊，我去来修修，要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天国。我买过来啊，唔对呀啦！讲哦，我要自卑自卑，结果这种三毒苦哦，我法官人人想要对什么天界，我买过来啊！释迦牟尼佛啊，伊来世间有几劫，百千万劫，到最后来。伊只讲伊要涅槃，涅槃就是免过有烦恼啊，免过有烦恼啊，就是讲要涅槃，死掉烦恼，咱烦恼对对来，贪嗔痴嘛，死掉烦恼，所以讲要涅槃，涅槃是死掉烦恼。爱就是讲咱的心啊，佛祖代替咱的心嘛。
咱的心本来就无烦恼无恼的啊，是安尼遐侪烦恼来？是安尼无烦恼？本来就清净的药师佛三宝，一个清净性，药师佛的代表清净性，觉性释迦牟尼佛，哦，咱来代表咱的有咧觉悟的心，弥陀性，使用叫做世界本来就快乐的嘛。结果那个人家这样嘞，这样嘞，怨天怨地怨老爸，这拢唔对起啊啦！啊，所以众生相是有够多，拢叫做众生相。啊，接下来受着相，受着相，哈哈，真趣味。咱大家拢要是要求长生。咱若发挥的时，啊，这岩口坛啊，金光上师、上面下定大和尚，我阿哥一开始讲，恁家恁的老师，啊，恁师傅够好个，啊，恁莫了了代志，就要甲落烦呢。身体也够好，好较济，食到八百八，食到八百八十八，恁大家都食到八十八，八百八十八，恁的师傅还食到八百。九十，给你两年。我一刚收到，我迄两年要创啥？哦，迄两年我干来念修道啊啦。啊，大概剩减到两年，大概是够巧，我逐天啊疲于奔命啊念修道啊。啊，到八到九十岁时，迄阵你拢需要了呀，我煞无人送，无人念修。啊，所以明天法师一开始，恁也要听。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，咱修行会所不是问题。有如咱唯心圣教、唯心道上大集结，黄秀义那圆和法师高雄道场住持，义药出版社社长圆和法师。一起普贤菩萨的道教慈航，啊，跟2015年进行的古尼，12月27日放下来了，维新道藏15615卷，大集结后啊，我说讲过的拢讲了啊，啊，这些伊拢大集结后啊就放下来走了。回去了，把色心淡掉呀，无真济岁，还不到60，但是一所做的这么多，而把握当下，不计多少的碎事，把5000年来中华文化道统、易经风水跟百家思想融为一炉。甲罗祖所传的真理妙法，三藏尼所传的妙法，大集结起来，已经完成啊！开5000年来第一位，天下第一人，哦，甲中华文化道统，甲汇整起来，大集结起来啊！带领了114位贤士同修，打个润脑润念。啊，所以真正的生命留着该做的，给做完成，智慧的生命才是永恒。不是讲哦，我逐天早时几点到几点吃这个药，我几点吃这个补品，一日到暗吃啥补品，无病吃到病出来，哦，已经给你改变体质。所以真济咱信众大德可以啊，真关心师父，当当摕物件要让师父食，啊，师父啊，你即食咧改变体质，会较当会收。
我讲哎，笑话呢？啊，你有吃无？有啊，你才几岁？五十啦。我六，我七十啊，你五十，你吃了你也无比我长较长寿命啦。所以用意，你来普卦，你就知影讲，该吃无该吃，无该吃挂上了了分明。所以希望各位贤士同修，咱大家爱学到用意，凡事皆沾。你妄想修求。生老病死，空破木绝，这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妄想修求，妄想生求，空破，还有生等等的问题的用意是天机，在那边等会修。同学，你今天回去看呢，去药房，你看偌济补品呐？食了唔对。讲啊，无我改一项啊！你食到尾，你体质内底细胞拢破坏了呀，迄号做改变体质啊！安听有无？凡事皆沾，那无咧食亏是家己，你即世人拢生活在烦恼、在苦恼的境界。唯愿我们所有贤士同学们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处和安心；大家学易经，做出工作和顺心；大家学易经，修行道上可见性；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。你把这四股提出来开示有缘的十方大众，安尼你的功德都无量啊，你的福德。就足济足济，你福甲你的德都有够济啊！幸亏你搬一支金毛山给伊，搬金毛山给伊，电动烦恼。所以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学易经，修行道上可见性；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的一条心；大家学易经，国家社会天下一定会和平啊！祝福各位。